布丁果冻，它是9.8块的话，就发这么大一小，发4斤哦，4斤好多。你看我现在吃了好久了，还有一半。这个是布丁果冻，它比果冻更好吃一些，就是家有孩子的呀，还有爱吃零食的这些。布丁的话，它本来还有比那种果冻还贵。有4-5种口味，草莓味的，原味儿，还有那个，这个是啥味的呢？这个是香芋味的，还有好几种口味的，这个绝对好吃。4斤的话很多哟。